一把把把把住了，这四个把有什么区别？川和带有什么区别？这里边那个几个干啥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一些方式让中文更好学？多看开讲了，全球42个国家100位线上的观众用中文和世界进行互动，这中文相当不错。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他在哪？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，中，一个顶级汉字，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，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。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刻画这么重要的文字时，是不是也有这个疑问？我的天哪，天上也有人吗？有了笔，璀璨的中华文明才能被记录下来，这才是大手笔啊。宣纸，一只手吞平放下，好了，就拉回来。对，我们杨家坪万年画呢，到现在已经是600多年了。每一代的年画人都在传承与创新，而今天人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赋予年画新的意义。